有一摆有三个朋友，伊名叫 Joe、Juan 甲 John。伊三个朋友拄着危险，拄着失事，因就掉伫这个无人的岛顶面。伫岛，伫这个小岛头，这个海岛内面，无食米，也无水通啉，也无法通离开吼，因无法通逃走。甲咱准伫 ECQ 真上底哦。因三个伫遐真困难，有一摆因忽然间找着这个 magic lantern 吼，这个神灯，因就该玩，哇，就这个吉尼走出来，这个吉尼就该因讲哦，讲我要予恁每一个人一个愿望，哦，恁最有一个 wish。Joe 就赶紧讲话，伊讲哇，我真少点，我真少点，要食 buffet 咯。哦，我唔知你有少点食 buffet 无？伊讲我真少点食 buffet 咯，有真侪食米，真侪通啉。我真唔忙，我即阵就高高 Sofitel 诶 Spiral 底下通食 buffet。噗，忽然间伊就走去到 Sofitel 内面底下咧食 buffet。换是第二个人讲话，吼，换讲。哇！我真少念我的牵手甲我的囡仔，巴不得我通即阵到到我的厝内，甲我的牵手甲我的囡仔，我通团圆。Poof！ 忽然间换就起啊到伊的家内。最后讲话的是将，将伊讲我真少念我的朋友，特别是赵甲换，因是我最第好的朋友，巴不得即阵。因我通加在甲我三甲做一下 ，poof！ 忽然间，就甲换就屈来甲将哈，伫这个岛顶面。我唔知你的朋友是甚物款的朋友哈，因会晓想我是袂。然后咱在咧偷物件的时阵，咱就想好势再偷，哈，那无咱会摕着咱所偷的物件。今日只俾咱今年是咧查考经验，咱咧学到要怎啊有智慧的。来活出有智慧的生命。你若读箴言的时阵，你会注意到箴言内面经常讲到朋友的这样代志。朋友就是什么款，你应该就正做什么款的朋友，你应该就有什么款的朋友。可见朋友对所罗门王来讲，所罗门王会做讲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伊对朋友的看法，伊看真正重。所以上款，咱也是要看重咱的朋友。今日早起，咱要学习到底我应该就有什么款的朋友，我就正做什么款的人。然后咱要来学习，要怎啊有好的朋友。那是未开始以前哦，我问你想一个问题哦，到底你最好的朋友是啥啊？哦，可能一个，可能三个，可能五个哈。你想看卖，到底你最好的朋友是啥啊？啊，就算来想，啊，想想了，你若有发，你若有笔记，你该写起来，还是做一张纸，你将你朋友的名该写起来。啊，我咱淡薄时间，咱写咱朋友的名。OK， 有啊，有想到了啊。你最得好的朋友，你想到啊，你想到伊的名，想到伊的名，然后你该写起来。来，咱们来开始看啊，箴言十三章二十节，所罗门王讲，伊讲甲智慧同行的，的确得智慧；甲愚昧人做伴的，的确受。回顺，伫遮咱学习着几个重要的功课，一个就是讲，咱应该着有智慧的、小心的来选择咱的朋友，因为你甲什么款人同行，你就成做什么款的人。第二，咱着学习咱家己的生活是着有智慧的生活，唔通做愚昧的人，因为咱也是愚昧人，咱会害着咱的朋友。最后第三点，今仔咱要看的是，咱应该要用阮耶稣成做咱至好的朋友。啊，当然呢，个唔是对直接经文来，但是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一点。等下咱到第三点，咱会看到。来，咱一点一点来详细来看。头一项，咱要小心选择咱的朋友，小心选择咱的朋友。有人讲哦，我若知影你的朋友是啥啊，我就知影你。是啥啊？意思是，我若知影你的朋友是甚物款的朋友，你就正做甚物款的人。真自然，咱甲甚物款人同行，咱甲因就真自然会变甲因相配。无论咱有注意到还是无，无论咱有去超工带因还是无，真自然这个代志会发生。
我记得1980年，当阮对香港倒来，啊，顶摆阮细汉时阵，爸母去香港，书房阮也是带去6年的时间。当阮倒来菲律宾，阮的阿姑阿姨哦，常常咧笑阮。笑阮是咪啊？笑阮讲话真大声，哈、啊！无论讲什么，我逐摆也大声，唔单单讲话也大声，佮讲真正紧，对到落学来啊！对香港人学来啊！因为香港人讲话真大声，佮真正紧。咱甲甚物款人做一下，咱无形中就会甲因相款。今仔日你若注意哦，作为青年人，你会看到无上个青年人，因若读某某个学堂。到因毕业出来，因个甲因所读个学堂个体个相款，好，无论读多一间哦，读多一间个学堂个学生出来，有一个体，因个甲因相款。为甚物？因为咱无法通无变做甲怀咱最子个人相款。假使这个 ECQ 呐掉了，咱开始去菜馆食。你若去菜馆哦，其实你着注意啦，因为你去什么款的菜馆，你得真自然，你会甲迄个菜馆上去啊食的人会上体，啊特别怀菜馆，你去真侪，你看到真侪真 healthy 哈，真大个诶，意思哦，那真侪安尼款的人，你若上去啊食，咱也是会甲因上款。那安尼，咱着小心选择咱的朋友，因为咱的朋友是什么款？咱就真多甲因相关。伫箴言内面，所罗门王有讲到真多摆吼，真多则诶箴言，有讲到朋友到底是着什么款的朋友。咱来看，今仔咱只那要看6则吼，六个特点，咱应该找的朋友是着什么款？头一款，咱着找可以信任的朋友，可以信任的朋友。来，咱看箴言11章。十一章十三节，伊讲往来团结诶，啊，就是讲常常爱讲话，凊彩讲话啊，团结诶。泄露密事，你该讲诶代志，在秘密，伊真容易该流出去。心中诚实诶，掠温代志，就是讲你诶朋友，你着找什么款诶朋友？找我当信任诶朋友。你若将你的秘密，将你的代志，特别做喺重要的代志，你甲你的朋友讲，伊若是诚实的，伊若是忠诚的心中诚实的，伊就袂凊彩去传。所以咱找朋友，咱就找忠实的朋友，可信任的。第二，咱就找袂放杀咱的朋友，不离不弃的朋友。前面17章17节，伊讲朋友乃是上亲爱。兄弟为患难而生，有人讲 money is relative 哈，伊讲钱是 relative 诶，什么意思哦？钱是 relative， 伊讲你若愈侪钱哦，你就愈侪 relatives， 有影哦。咱若无钱诶时阵，无人要找咱哦。咱忽然间有钱咯，唔知怎啊哦，做起亲人，唔知对倒落补出来啊，忽然间也做亲人。假使咱诶朋友，当咱艰苦，当咱有问题，当咱无诶时阵，无有诶时阵。因有缘做咱的朋友，还是好的朋友。哦，好的朋友是无论好代志，还是艰苦的点钟，有缘要做咱的朋友，还是好的朋友。第三，今年18章14节，甲咱讲，咱着找迄款甲咱亲密的吼，有当甲咱真亲密的朋友。因为18章24节，人哋讲，伊讲男交朋友，或者是男婶交朋友诶，处处败坏。但有一个朋友比兄弟更加亲密，咱就找朋友是甲咱真正亲密的，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比兄弟更加亲密。咁有安尼的人嘛？有哈，咱的朋友那是好的朋友，伊甲咱的关系真正亲密，比兄弟更加亲。今仔日咱真侪人有真侪。朋友啊，伫网顶、伫 social media、伫 Viber、伫 Facebook 啊，咱有真侪朋友，有的人有几百个、几千个，甚至有的人几万的朋友。但是在朋友中间，有多几个真正甲你亲密到一个地步，伊比兄弟更加亲密。咱就去培养哈，关系是着培养的，咱就培养甲咱真亲、真正接近的朋友。安尼款的朋友。
是真正有价值的朋友啊。所以找有法当甲咱亲密的朋友。第四，咱着找讲诚实话的朋友。箴言廿七章五到六节，安尼讲，伊讲当面责备，赢家背对，哈，就是文笔的坑咧，赢家背对的爱情，朋友家的伤痕出自忠诚，受得连连清水，确实多有。朋友虽然伊讲的话会互咱着伤，哈，朋友家的伤痕是出自忠诚。真的朋友是敢跟你讲诚实话，伊愿意跟你讲诚实话。这款的朋友是对的朋友，这款的朋友是好的朋友，伊敢跟你讲，伊愿意跟你讲，伊敢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讲，你唱歌哦，错调，还是跟你讲，你的嘴真臭呢？伊敢，伊爱，伊愿意来跟你讲。诚实话，这款的朋友，这是真的朋友。伊袂伫你背后咧讲你，吼，还是伫后面咧笑你。真的朋友会甲你讲，朋友袂，真的朋友袂去甲别人讲，唔忙别人会甲别人讲，到有一日有人会甲你讲。伊那是你真的朋友，伊袂等啊到别人甲你讲，伊先来甲你讲。伫圣经内面，咱看到拿单先知，伊敢唔是来？找大鼻王，当大鼻王犯罪、犯奸淫、拍死人的时阵，拿单来到大鼻王的面前，伊该讲你就是迄个人，大鼻王你就是迄个人。另外一个咱看到以赛亚哈，伊听到当伊对主得到信息讲，这个希西家王要死咯，伊创啥？伊讲要死咯，忙该讲啊，会如死无？你看到以赛亚先知，伊诚实的甲希西家王讲：“王啊，你要死咯！”迄个是好的朋友啊。我那讲到讲诚实话的朋友，我未记得吼。顶摆就是我捌讲到伫马来本的时阵，有一个六岁囡仔名叫 Jason， 伊一摆团结了来跟我讲吼，大声来讲，伊讲 ：“Pastor Harg， don't you know you're too fat？” 伊讲你敢唔知你伤过肥咯？啊，今仔日我那拄到伊哦，已经是成人了，真大汉咯。但是我有关的记得，不是记得伊，和我真艰苦心，乃是会记得伊安尼讲是出自听心，伊讲诚实话吼，因为当时我真实是伤过肥，讲诚实话的朋友是咱应该要找，刷落去咱要找会晓得，还是愿意甲咱分担担咱的忧虑忧患的朋友，这款是值得有的朋友。箴言二十七章第十节。伊讲你的朋友甲你爸爸的朋友，你拢唔通离弃。你拄着灾难和遭难的日子，你唔免上兄弟的家去。夫君的厝边，赢家伫真远的兄弟。伊是讲你的朋友，那甲你甲你的朋友真正亲密，你甲你的厝边真做朋友。到到你患难的日子，你无需要去找你的兄弟吼，因为徛真远啊。徛伫你边头的人，你那是甲伊真最好朋友，伊那是你的朋友。这款的朋友是愿意甲你担当担的人，这款是真的朋友。伫马可福音第二章，咱看到一挂的朋友，因担起啊，用这个 stretcher， 用这个来担起那个担架，夹起因的朋友，这个袂行路、袂叮当的朋友，带去到耶稣面前。因四个人甚至该扛去厝顶，搁压迫人的厝挂，为什么啊？为着因的朋友。安尼款的人，安尼款的 stretcher bearer， 真正是好的朋友。当你需要的时阵，当你有担当的时阵，因愿意来甲你三甲扛这个担当，这款是值得有的朋友。最后第六尾项啊，第点咱就找迄款会发通彼此助救。哦，就是会帮助咱真侪更加好的人的朋友。箴言二十七章十七节哈，伊讲铁磨铁，就有法通磨出。这里一个开头哦，这里是念啊念哈念来磨出念，意思是讲磨出那个真赖的所在哦。铁磨铁就会磨出真赖的所在出来。朋友相感也是安尼。只有写伊讲原文哦，伊是讲朋友
话朋友的面，还是安尼？我什么意思哦？朋友话朋友的面，是不是白说白说？咁样白说白说，面话面，唔是啊、哦？是咧话啊，白说白说是当着人哋啊，甚至有时阵煞无当着话面的意思，就是讲你愿意挑战，你愿意帮助你的朋友话伊的面，亲像铁咧话铁，铁话铁是真短的物件，但是铁话铁就会。磨出真赖的所在出来，相反，咱要找这款的朋友，愿意挑战咱，愿意个人，和咱正做什么，帮咱做就咱正做更加好的人。啊，你款的朋友才是值得有的朋友。假使咱的朋友是多带咱去行歹，多带咱去做唔对的代志，这款的人其实唔是咱的真朋友，因为对的朋友、正的朋友是爱和咱正做。更加好的人，所以咱就找这款的朋友来。我问咱好好来检讨哦，咱就找安尼款的朋友啊。那个在我去咱的这个在特点吼，咱就找有法当信任的朋友，袂帮杀咱，甲咱亲密，讲诚实话，甲咱打，有法当造就咱的朋友。这款的朋友是值得有的朋友，因为安尼咱就小心。来切哈，小心选择你的朋友，这是头一点。第二点，咱就做聪明人，唔通做愚公人。箴言十三章二十节的下半段哦，伊今是讲，甲愚昧人做伴，的确受亏损。意思就是讲，咱那是无聪明哈，咱无智慧，咱我的性命无好，咱那是影响着咱的朋友，咱那甲安尼款的人做一下。咱也是会受亏损，咱也是会着伤，因为友情吼是双方面的，有来有往。你怎啊影响我，我也是会影响你。你爱有诚实的朋友，你就做诚实的人；你爱有真的朋友，你也是就做真实的人。这是真自然哦。人讲，咱若爱什么款的朋友，咱家己就成做一款的人，因为。咱的朋友会影响咱，相反，咱也是影响着咱的朋友是甚物款，因为这个是双方面的。咱唔是只呐爱选择好的朋友，咱家己都真多好的朋友，咱家己都真多有智慧的人，咱的生活就有智慧，唔通活出愚公的生活。相反的鸟会聚集做一只，咱常常看到鸟类哦，一堆的鸟。噶算是上帝啊，应该是一挂隆重上帝，因为你是什么款的人，先自然咱的吸引，甲咱上想法，甲咱上兴趣，甲咱上讲话的体，甲咱上言语，甲咱上体的人，先自然咱的吸引这款的人。有一下人哦，无论去到倒落，特别会找着歹朋友哈。有个人无论去到倒落，伊是怪的人，甲伊上体。因为咱是甚物款的人，咱自然会吸引着甲咱相款的。你若真爱看 YouTube 哦，我唔知你有注意到无？你愈看某款会出，到落尾哦，这款会出，这款的人会一直出现啊。你愈看会愈多啊，你感觉哇，全世界的人甲我相想法啊。因为你愈爱看某款会出，你有甚物款的思想，甚物款的看法，你愈看，你就会愈看到。甲你上想法的人，伫生命也是安尼。咱是甚物款的人，咱会吸引着甲咱上款的。既然是安尼，咱就正做，咱爱得着迄款的朋友哈。咱爱甚物款的朋友，咱就正做迄款的人。因为咱做甚物款的人，咱吸引的人就是会甲咱上款。可能有人会问哦，伊讲那安尼啊，牧师那安尼，我。即阵的朋友哦，即阵也是无好的朋友，吼、哦，我的朋友阵是一无地位的朋友，啊，你要怎啊？是不是我就帮杀的呐？因已经是我的朋友咯，我都无通个选择咯，我所有的朋友是无好的朋友，啊，你要怎啊？这问题有较艰苦解答淡薄，但是咱个在我去箴言十三章二十七吼，所罗门王讲，甲智慧人同行的，的确得智慧。所以，咱的朋友那是无好的朋友，咱要创啥？正咱通做的是咱我吼我
那有无好的朋友，我呐选择要做有智慧的人，我呐选择要做好的朋友，安尼我就我当正做迄个影响我的朋友，做无好的朋友，和因有法当正做好的人，我就正做迄个推动有法当改变人的迄个智慧人。哦，当然这个讲得过哈，要做无用，因为咱知影。我要拖一挂的歹朋友起来，比较一挂的歹朋友要我拖落去，哇！要拖起来是真恶哦，要互因拖落去是真正容易。所以咱就确定的讲，我那是安尼哦，我有一挂的歹朋友，我就去找一个好的朋友，通让我的好的朋友赢过。我的歹的朋友，我就更加多好的朋友，我就跟他们建立很好的关系，他们能帮助我，我做一个，我们做一个造力，能去拖其他的人起来。然后，即使那是你的做歹朋友中间，那他们不愿意你做好，因为他们若是不好的朋友，他就不爱，他不爱这个好人，因为我如果做好人，因变做更加歹人，哈！假使因唔愿意改变，甚至因无愿意，你甲因无相，因强强要甲你拖落去，可能咱就将这个关系给拍断。好，你讲唔管是我的朋友是啊，你就将这个关系拍断，因为因无愿意你正做有智慧的人。亲像咱那坐飞机啊，今时你呐，因讲哦，那下属飞机呐有问题哦，尤其是被失事咯，今时有跩 oxygen 的 mask 哦，跩氧气的跩面个啥啥 mask 哦，来个你都创啥，你都先挂伫你下面顶面，你袂帮衬别个人，你就先确定讲你的话，那无哦，恁大家人有事哦，你就确定你有迄个 mask， 然后你就通去帮衬别个人。咱就家己过好些，咱家己就成做有智慧的人。然后有一日，那有法就有力量咯。更加侪人，更加有力的时阵，我会挖去帮衬我块朋友，和因看到我的生命，看到好的生命是偌只好的时阵，因就会愿意来得。所以咱就确定诶，唔单单找好的朋友，咱家己就成做好的人，咱才有法通去帮衬。咱的朋友，因为友情是双方面的，因怎啊影响你，你也是会影响因，所以咱家己要做聪明人，唔茫做愚戆的人。第三点，咱就要耶稣真做你的知己，哈，就是啊，真做你真正亲密的朋友，真做你最好的朋友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到十五节。耶稣安尼讲，伊讲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贴心无有比这个更加大咯。你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咯。以后我无阁称恁为仆人，因为仆人唔知影主人所做的代志。我乃称恁为，主要我耶稣称恁什么呀？我乃称恁为朋友，因为我对我爸所听见的，已经拢甲人讲了。哇，真奇妙哦！耶稣称咱为什么啊？耶稣称咱为伊的朋友。耶稣，咱爱真多有智慧的人，咱爱甲有智慧的人同行，我才有法通有智慧。世界最第有智慧的是谁啊？呢？谁啊？是迄个最第一好的模样，最第一真的朋友。最第一好的朋友，咱通群体呢？你想看卖哦？这个敢有人亲像耶稣，伊讲我永远袂放弃你。耶稣伊疼咱是无条件的疼。耶稣伊将伊家己奉献予咱，伊甚至牺牲伊家己，伊阁为着咱来死。敢有朋友比安尼更加疼咱的吗？敢有疼比这个更加大吗？耶稣是咱最好的朋友，伊在这个是真奇妙，我真奇妙这样代志。耶稣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上帝的惊，神的惊，叫咱叫我叫你做伊的朋友。哇，这个是真奇妙的代志哦。
耶稣称咱为伊的朋友，耶稣市长称你为朋友，哇，真好吼！啊，是你讲，唔是那市长哦，总统称我为伊的朋友，啊，是世界最第一有钱的人称我为伊的朋友，啊，是世界最第一有力量、最第一有势力的人称我为伊的朋友，这是何的无比甘是？你想看麦？这个是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伊称你我为伊的朋友，这个咱就夸大吼，这个咱袂做轻夸这样代志。耶稣称咱为伊的朋友，安尼咱称伊是啥物呢？咱怎啊看伊？你想看卖啊？有一日，假使你有拄到一挂朋友吼，然后你要甲因介绍你一个好朋友吼，你就甲因讲，我甲您介绍，甲您介绍哦，这个某某人哦。伊是我的最好的朋友，然后你的朋友讲，吼吼吼，阮三八吼，阮是朋友吼。你感觉怎啊？你称伊做你最好、最第好的朋友，然后伊讲，吼吼吼，阮三八，我相信你的真艰苦心哦。我叫伊最好朋友，伊也无将我当做伊的好朋友，这个让人真正伤心。耶稣称你我做伊的朋友，但是咱怎啊看伊？我怎啊看伊？伊是我的朋友吗？伊是我迄个最亲的人吗？耶稣那是你我的朋友，你咱怎啊对待伊？咱怎啊对待好的朋友啊？咱会时常去看伊吗？咱会时常甲伊讲话吗？咱会将逐项代志甲伊讲吗？咱会了解伊爱的物件吗？咱会爱知呀，伊咧想啥，伊爱创啥，伊的愿望是啥物，伊爱做的代志是啥物？当然的啊，因为咱是朋友。那按你来讲，耶稣是咱的朋友，是你的朋友，你将伊当作是啥呢？你对耶稣看的看法，耶稣是你的啥啊？伊是唔是你之好？的朋友，伊那是安尼，咱就用最侪时间来认识伊，用真侪力量来甲伊亲密、甲伊建立关系，因为你伊是咱最好的朋友。所以落别点，唔忙咱真正用阮耶稣，正做咱的至好、最好的朋友。伫这个伊是 Q 的点间吼，我忙咱。唔是只那想哦，哇！我唔忙早日通我去食 buffet， 通早日我去甲别个人团圆啊，甲家庭、甲我所有朋友团圆，啊是我唔忙我今下日通赶紧出去创啥？你这个意思叫点正，主何咱点正通来想，通好好来检讨，到底我的朋友是啥啊？你的朋友是啥啊？他妈咱有写起来，我忙你有写啊，你该再我去看啊。他妈的，所写的话，最第好的朋友，最朋友是什么款的朋友啊？最是好的朋友吗？最朋友对你的影响力是好，还是歹的影响？然后上时你想，你对因是有什么款的影响力？你对因有好的影响还是无？你有咧带因去行的正路还是无？然后用时间去想，来建立甲因建立。好的关系，然后你就阁有一挂好的朋友，通来带你的无好的朋友，和因正做有智慧的人。然后最第一重要是咱甲主的关系是啥物？既然伊称伊家己做咱的朋友，咱对伊的看法是啥物呢？咱若看伊做咱的朋友，安尼咱就用时间来认识主。最后我爱有几个问题，和咱当来思想哦。头先是。你的朋友，你有好的朋友吗？然后你的朋友有帮助你行在这个智慧的路顶吗？好，那无我问你有找一挂好的朋友，他妈咱就讲着了，爱咱参加在 M groups 里面，假使你呢也个无 M groups， 这个是真好的机会，真好的点睛，找一挂的人，你那是兄弟，一挂的兄弟来帮助你，你那是姊妹。一挂姊妹来甲你同行这条道路，因为咱需要有好的朋友来正做咱的帮衬。第二是，你是一位有智慧的人吗？因为正亲像咱的朋友影响咱，咱也是影响着咱的朋友。
啲头马咱讲到嘅位特点嗬，开朋友嘅特点里边，可能选择一项还是两项，你有法通见下啲来学习嘅，啊，正最国家好嘅人，国家诚实嘅人，国家忠实嘅人，咱啲这方面来学习。然后最后耶稣是你最好嘅朋友嘛，你要怎啊来行，通国家来连不易。OK， 来，咱来参加祈祷。先来主感谢你。因为主耶稣来，唔单单正做阮的主，正做阮的救主，伊讲伊是阮的朋友，主啊，这个是何得无比的代志？主耶稣正做阮的朋友，帮助互阮会晓得跟底耶稣的脚步，来了解、来明白，用阮耶稣正做阮至好的朋友，安尼阮就当活出有智慧的生命。阮真多有智慧的人，唔是愚昧的人。阮则有法通来影响阮的朋友，和阮的朋友也是真多有智慧、明白主、跟底主的门徒。朋友会影响阮，阮也是影响阮的朋友。愿主你帮助，和阮找到好的朋友，真正是属灵的朋友，通来带阮，通来甲阮三甲行这条天路。这就安尼，阮真多国家合理心意的人，特别愿主你赐予阮有好的朋友，赐予阮有朋友通来帮助阮，啊，阮有法通来帮助阮的朋友。这就安尼，阮通荣耀你的名，愿你的话语继续来引导，继续对阮讲话，予阮有法通学习真多你的门徒，真多你的朋友。这就安尼，予阮有法通荣耀你的生命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的，阿门。